这件文征明的千言竞秀是文征明81岁的时候所绘制的这个作品。那从画上面的题跋，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作品呢，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历时3年才完成的一个作品。它也是一个半夜睡不着的一个故事哦。他就是晚上起来，然后兴致啊想要开始提笔作画，那就是先画了前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高的这个大树，那之后呢后面的这个山石呢，就是怎么画了好几次哦，就是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哦，所以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得到他比较满意的这个成果这样子。那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件作品呢，它的画幅相当的狭长，那这个是就是文征明中年之后经常使用的比较偏好的一种就是直立轴的这种形式。这件作品呢，除了是他可以看出他晚年的这个功力之外呢，它也相当能够说明这个所谓的在明代的这个苏州地区吴门画派的一个画的这个样貌。那文征明因为他活的时间很长，那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学生非常的多，不管是他的儿子或是说他收的这个门徒很多，那就是我们把他称之为吴门哦。那这个吴派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就是相当的大，那也形成一个很鲜明的这个地域特色。那这样子以这个可能以地域为分别的这种各个画派的这个样貌也是这个明代绘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